挂着小货车这个。你关着小货车，我怎么跟你打呀？打不了。那我不挂小货车，你家人怎么买我东西嘛？你挂着小货车还是自动下单的？对啊！意思我跟你连过去就自动下单是吧？对，你粉丝到我这自动买了就。对，因为我开通这个呀，是吧？要不你粉丝怎么买嘛？你还算你是个主播啊？你还懂得这个呢？我觉得你是个傻主播，农民不懂这个。那我打不了，打不了，知道吧？打不了。不，你的意思不连麦是吧？不跟我打，可以的。这样，阿伟，咱俩打心软的。我跟你一连麦，你就自动下单的，那我的粉丝怎么可能买你的股份和吗？对，那这样，挂了什么东西、啊？咱俩打心软蛋，打心软蛋了。心软蛋就是谁心软蛋，谁心软蛋，提前打个谁赢。心软蛋是吧？对，现场打是吧？对，现场打，现场就现场。敢不敢？不敢就把这盘给我。来，我接了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来，这样来，打10万个棒棒糖。来，家人们，打爆这轮的来。打10万个棒棒糖，什么人都来我这里找存在感是吧？谁叫你来的？你不用管，如果输了我可以告诉你。你输了你告诉我是吧？对，可以。打10万个棒棒糖，来，10万个，10万个我打不了。那你说多少？多少？这样子，那个2万个，可以接了。那不行，因为你家农民太坏，再加一个。什么？再加一个别的礼物，热气球。你直播间现在有多少人？6000。6000，我直播间3000多人，我打不过你啊！怕了，打不过我输了，别打了，把账号给我。再打一个热气球。来，打不智能的来，家人们。打热气球。这样子啊、哦，我不管你是谁安排来的，也不管谁叫你来的，今天晚上，如果我要是赢了你。你就从这里爬着给我滚出公司，可以。然后呢，以后不要再踩我的公司的线了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把你的100多万的账号，你现场注销掉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来，热气球打5000个，热气球5000个，对，热气球5000个，我给你打啥呀？5000个？那你说打多少？打不了。那你说多少？最多500个，可以接了。那再加一个心愿单，一个心愿单有3个礼物，加个跑车打500，是吧？咱有500个，你不多不少，500个。我看啊，棒棒糖多少个？棒棒糖2万。棒棒糖2万个。对。热气球500个。500个。对，跑车500。跑车500个是吧？你确定？确定。3个心愿单是吧？对。打一把是打三局两胜。三局两胜呀，肯定的是啊，谁给你打一把呀？来，我接了。来，什么人都来我这里。你给他射吧。来，助理，给我射这个心愿单。今天晚上你不要靠我太近，你把手机拿过去啊、哦。射好没有？来，给我射。好了没？好了吗？来，现在开始了啊！现在开始了啊！咱俩谁票少，谁给我动哪儿，不许说话。谁给我动哪儿啊？动哪儿拉票啊？因为农民你们只配动哪儿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谁票少谁蹲下，谁的飞速少谁蹲下，对，谁先打满算谁赢啊！哼，来，大姐表姐直接给我打，谢谢我表姐的棒棒糖。现在开始了是吧？开始了呀。来，家人们，棒棒糖是吧？第一轮。来，家人们，棒棒糖，来，直接给他拉满，来，什么都不说了，人家踩到我的公司来了，家人们，来，什么都不说了，今天晚上我让他说的心服口服啊、哦！我让他2万个棒棒糖是吧？来，直播间3000多人啊、哦，一人10个棒棒糖，直接你就你给我拉嘛，来，直接干他，棒棒糖不停的给我点，来，已经开始了，给我上！谢谢我大姐的棒棒糖。现在有人还想把我号。账号都给收买了，说我输了把我账号给他，来呀、啊，谁都可以来欺负我吗？我不是以前的阿伟了，我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来，伟建军的家人们，直播间3600人，来4000人了。下去，我现在棒棒糖比你多啊！下去，下去，快点！我他妈都800颗棒棒糖，你多少？下去。来，我玩得起。来，东西啊，东西，老王你看看啊，老现在800了啊。
家人们来，多的不说了，棒棒糖，你今天给我拉满。那个什么，助理来给我看着一点。这个棒棒糖，粉丝家人们不知道怎么上的棒棒糖，给家人们。家人们，棒棒糖打开这个礼物盒子，找到这个棒棒糖，长按三秒会出现连击，咱们赶紧打赢他，秒了他，帮一下我们老板。咱们伟家人要凝聚520-999-1314，长按三秒会出现连击。来，我的棒棒糖多少了？现在来，咱们看着棒棒糖，家人们来直播间3900人，咱们谢谢我直姐送来的跑车，不要说跑车啊，家人们不要说。你那个直姐她就是个老寡妇，打的是棒棒糖啊，上跑车不算，打的是棒棒糖现在啊。你不要说话，你不要说我的粉丝们，好吧？来，咱们把这个棒棒糖，你就你拉满，好吧？咱们不要说跑车，不要说其他礼物，咱们直接上棒棒糖就行了，好吧？是两万个是吧？2万个。对，2万个。谢谢我漂流姐，谢谢我漂流姐的188。2万个棒棒糖来，家人们，直播间马上4000人了，咱们倪俊俊拉满，2万个棒棒糖直接超过他。助理，你帮我看一下我棒棒糖有多少了。什么人都来？咱们现在200多个，老板。200多个了是吧？什么人都来欺负我，来加油！200多个棒棒糖了，咱们已经直接拉满来，1314棒棒糖直接给我拉满来，家人们，直接给我干他！谢谢我大姐，谢谢我老宝贝儿，老宝贝儿，对，今天必须让他卖货，是不干妈，谢谢我干妈。我跟你卖货，怎么可能跟他卖货嘛？我宁愿把账号给他，我也不宁愿跟他卖货。说实话，家人们，因为他卖的这些货我们都用不上，知道不？他卖的什么骨灰盒什么都来了，我的天哪，还自动下单，我们不卖他的货，好吧？我为了我考验我的粉丝家人们，我要对我的家人们负责任，知道吧？来，感谢我干妈送来的520棒棒糖。你那个清新啊，你不要跟老子斗啊！你个老寡妇，你不要跟我斗，你干妈个老寡妇，不要跟我斗。好好说话。你大姐她吵死了，大姐。对上，来，我的比你的多了，给我对上。老子动着啊，老子动着。来，老宝贝儿，老宝贝儿，快，老宝贝儿。对象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，我让他对象。老宝贝，现在他的飞没有我的多了。老宝贝，快，老宝贝，我直接让他对象啊，直接让他对象啊，家人们，咱们不要上其他礼物啊，棒棒糖就行啊，一分钱，一毛钱是吧？一个棒棒糖。9毛，老板。9毛是吧？对，咱们9毛的棒棒钱啊。咱们不要收其他礼物，直接上棒棒糖，好吧？公屏上棒棒糖不要停，来，我看一下多少了。感谢我干妈，七七干妈送来的520棒棒糖，干他，直接欺负我，欺负到我的公司上来了啊！直接谢谢我老宝贝的1314，下去，来下去，我现在2100啊，来，我看你多少，你1400，下去，下去。农民，你只配往那动，和你家的粉丝都给我动下去啊！农民，一帮农民，你们这帮农民不要给老子动！感谢我干妈送来的520棒棒糖，老宝贝儿快，他干妈又上一注520，宝贝儿你快点行吗？宝贝儿，咱们必须让他给咱们家卖货，快，老宝贝儿，老宝贝儿，号给不了他们，号给不了他们，家人们，我也不会卖他们的货，哪怕我把我账号给他们了，我都不会卖他们的货，因为他们卖的货，他们让我们卖的货，快点行吗，宝贝儿？咱快点行吗，宝贝儿？所以我们加油啊，必须打一趟，好吧？必须打一趟。宝贝儿，快！他家有个老干妈是什么？他干妈呀？他干妈是个农民，他打不过我们，快，宝贝儿！好好说话啊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好好说话啊。老宝贝他们家上来了，老宝贝他们家上来了，他们家上来了，老宝贝快，谢谢，来给我对象，宝贝，谢谢，谢谢我的姐啊，谢谢我的姐送来的棒棒糖，对好，来，快，宝贝你快点行吗，求你了，你快点，
给我堆好啊，给我堆好，堆好啊，堆好。什么玩意儿？谢谢我干妈再次送来的五二零棒棒糖。家人们，直播间将近四千人了，大家不要送其他礼物，什么跑车、什么跑车、什么飞机的不要送啊、哦！咱们不急着点这个棒棒糖就行了。今天晚上他要给我打棒棒糖，我就让他说的心服口服。有没有幺三幺四宝贝儿？宝贝儿有没有幺三幺四？对，棒棒糖可以送五二零一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给老子下去！嘿嘿，下去下去！你们家见过一三姐农民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一三姐，你那个老干妈啊，你那个亲亲啊，她是她干妈，不要给老子动啊！不要指，你个站街女，你个亲亲，好好说话好不好？打破正能量，家人们！兄弟们快！兄弟们快快快！谢谢谢谢谢谢我七七干妈送来的五二零棒棒糖，谢谢家人们，来，咱们此时此刻三千七百人，马上四千人了，多的不说，我希望能够打赢他，好不好？宝贝快！打棒棒糖，咱们就给他打棒棒糖，我希望能够打赢他，好不好？他输了，我让他账号现场注销掉，然后滚出我的公司，以后不要再来我的公司啊、哦！他是故意找事的，我知道。他不用说我都知道是别人安排他来的，别人安排他来故意要我这个账号来的，怎么可能把账号给他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伟家驹家人们，所有支持爱我的家人们，咱们棒棒糖不要提啊、哦！今天晚上你一句你给我拉嘛，好吧，咱们不用上其他礼物啊、哦。老宝贝儿，他们家现在比我们少一千多，他们家比我们少一千多，老宝贝儿，老宝贝儿你不要停。谢谢我的姐姐送来的棒棒糖，谢谢我的幸福女人送来的棒棒糖，幸福我迷，谢谢我迷姐送来的二十个棒棒糖，来，咱们只送棒棒糖啊、哦！支持爱我的所有家人们，咱们不要送其他礼物，直接送棒棒糖就可以了。感谢我沙袋姐姐送来的棒棒糖，感谢我芝芝姐，打爆正能量来，家人们。提示了，打爆正能量来，对，打爆正能量来，时间不多了，家人们，咱们棒棒糖不要提，好吧？看一下，助理看一下我的棒棒糖有多少了，3866，老板，3866，看一下他的多少，5100，看，你看，我操，5000多，老板，自己看，我5100，自己看。老宝贝儿，他们家3600，咱们家5100，他差价咱们家1500，差咱们家1500，宝贝儿。感谢我牛吹霞姐姐，感谢我牛吹霞姐姐送来的27个棒棒糖，30个棒棒糖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棒棒糖不要停，一直点，加油！咱们棒棒糖一直点，加油！感谢我明杰，感谢我明杰送来的46个棒棒糖，加油！大姐，大姐，稳住，稳住，他们家一直在上。今天晚上我必须赢他，家人们。如果我输了，账号都被他们拿去了啊、哦！我不知道他是谁安排的，不知道是一老板安排的，还是谁安排的？陈小东，不可能是陈小东安排的，家人们，因为陈小东我们两个没有仇。知道吧，谢谢我牛吹霞姐姐送来的60个棒棒糖，感谢我一姐送来的20个棒棒糖，来，家人们，棒棒糖可以上520，也可以上1314啊，也可以一直点，咱们棒棒糖不要提，感谢我大姐，感谢我芝芝姐，感谢我芝芝姐送来的16个棒棒糖，加油，来给我对上，我的已经5000、6000个了，我的棒棒糖对好，来，我举他要6000个节目，对好。你上不了了吧？没不嘚瑟了吧？给我堆好啊！给我堆好！快点行吗，宝贝儿？堆好啊！助理看好！助理，你叫一下那美国叫几个保安、啊？
过来。好，没苦来。谢谢啊，谢谢，来家人们帮帮他，不要提啊。今天晚上欢迎我陈小芳姐姐，感谢我于姐，咱们不用上其他礼物，感谢我干妈再次送了的，感谢我七七干妈再次送了的520棒棒糖一组，干妈直接送了，已经上四组了啊、哦！520棒棒糖已经上了四组了，非常感谢我的干妈。快，兄弟们，家人们，多的不说啊、哦，我希望咱们团结，好吧？我希望咱们团结，啊、哦。咱们要的是凝聚力，这个时候要的是凝聚力。我希望直播间3000多人，咱们所有人斗起来。感谢我，感谢我，干妈送来的188棒棒糖，来给我堆好了，来，堆好。他妈你这里动了，快，宝贝儿，堆好。干妈一直上，快，对不对？他要他想来我这里嘚瑟，我还以为有这么好欺负吗？干妈，快点，是不是家人们？他老干妈真的。我不是以前的安伟了，知道吧？我有这么好欺负吗？上我这儿来欺负我，对不对？还拉着他，拉着还直着包来呢。感谢我梅姐送来的50个棒棒糖，谢谢我李姐，来，哦，谢谢我梅姐，来来下去，来下去。怎么了？我比你多呀，我现在5900，你5100多吧？你5900下去，下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看多，你5000，我看。你5600，我5900，差300，下去下去，你下去，你玩得起吗？下去。谢谢我干妈送来的188，老大上来了，干妈上来了，他上来了，干妈。我去，他6000多，干妈，他6000多了。我6000多了，来堆好。滚。堆好，来。快。今天晚上，输不了给你哦，怎么可能输给他我？不可能输给他的，家人们，咱们必须凝聚力拉满，不可能输给他的。堆好，来，堆好，给我堆好。快，干妈，我求你了，干妈，快，干妈。堆好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管你是谁安排来的，感谢我干妈送来的520棒棒糖，感谢我诱惑485姐姐送来的30个棒棒糖。谢谢我老，谢谢我干妈的1314下去，嘿，下去，我7500，快点下去。跟我玩，干妈谢谢，妈妈，谢谢干妈，妈，来家人们，他们家6000多，我们家7500，快，干妈，他家7500，他们家6000多，我们家7500，差900，他家差咱家900，快，干妈，加油，来家人们，谁的分数少，谁就堆着啊、哦，我分数少，我堆着，好吧，家人们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晚上我们全力以赴。必须打一趟，我不想把我账号都给他了，知道吧？因为我的账号是我一路走来陪着我的粉丝们一路走过来的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直播间3800人，家人们，你们知道的，没事儿。今天晚上支持阿伟的所有家人们，我记在心里。等一下，我下来我怎么？阿伟，你让你直播间的我斩截女，给我老寡妇不要给我动，好好说话。兄弟们，快！他们家现在在追我们，快！干妈，快点，兄弟们，干妈，快，干妈！我的账号，大家已经关注了2年多了，我不想给他，给他了以后，我都跟大家见不了面了，知道吧？我都玩不了这个抖音了，我不想给他，家人们，说实话。感谢我李姐送来的头上戴的这个。李姐不要说其他特效，不说棒棒糖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李姐，欢迎我李姐。你林姐是青光眼白内障，你好好瞎好吗？有东西啊，玩得起吗？东西啊，比你多就东西啊，往那一动就是农民啊。你太看不起人了，知道吧？牛逼，你超我呀，牛逼！